看啊，这个玩具神奇小书包有多神奇啊，拿回家研究一下，带着书包到家了，里边东西好多呀，里边好多工具还有配件，这不是扳手吗？这个是螺丝刀，这是锤子吧，还有十字螺丝刀，这几个是干嘛的呀？好了，打开研究一下，手感不错，颜色搭配的也可以，后面的口应该是来装书包袋的吧，有点小啊，不知道我能不能背得上啊，看看里边装什么好东西了。我天，满满一大包啊，这里应该是配件和工具，书包袋看着挺长啊，打开看看里边有啥好玩的。这个是贴纸吧，大家再研究，和包装上一样啊，什么工具都有，还有各种零件，先把书包袋穿上看看效果。这么长啊，我背上应该没问题，工具和零件都摆好了，哈哈，看看我的动手能力。这有点像圣诞树啊，我天，我拼了个啥玩意儿啊，完全就是四不像，搞一下贴纸，这手法我都服了，这不就搞定了吗？这小书包有点可爱啊，把工具放进去看看效果，貌似有点装不满啊，来吧，把我的电钻也装进去，别看小还挺能装，不错，这就是我的工具箱了，又好看又实用，爱了爱了，走，休假站去。